Thank you.
弟兄姊妹早晨，我哋欢迎你今朝一齐同我哋敬拜我哋呢个三一嘅真神，让我哋各人准备我哋嘅心敬拜我哋嘅神。诗篇喺99篇1到5节咁样话：耶和华做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义基路柏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用歌声来到赞美我们的真神，一起唱《来拥戴主为王》。诗歌本248首。一起来到是祈祷。亲爱的主，慈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天众人有一个生命气息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但愿我们众人都带着一个敬畏你的心，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朝圣我们的神，因为你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大能者，又是掌管我们生命一切的神。主啊，诗人告诉我们，你是王，王有能力，又喜爱公平，建立公正，是一个施行公义和平的神。不但如此，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你为我们准备了这个救恩，你差遣你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边，去舍身流血，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孽，而且死在这个十字架上边。因着耶稣的死，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了去了，都变成新的了。但愿我们在今日藉着一个主餐，一个礼仪里面，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的死，从我们心底里面发出一个感恩的心，思考着你对我们那种的大爱，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继续用诗歌来到敬拜我们的神。诗歌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第64首。姊妹你好，我们又在网上来到见面，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到去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纵然天势在这里转变，纵然环境并没有特殊的改变，但我们心安然的仰望你。
主啊，仆人怎样仰望他主人的手，侍女怎样仰望他主母的手。万军的耶和华神，我们仰望你，倚靠你。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我们投靠你。纵然在风暴里面，纵然疫情并没有稍微的缓慢，其他的地方传来很多好不好的消息，但我们的心安然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主仍然的坐在宝座上，高高的坐着为王，并且你的衣裳垂下，浮庇你的圣殿。主啊，今日我们为着我们当中有肢体患病的，要准备接受手术，或者手术之后在康复的过程里面的，我们交托，我们仰望你，你都知道，你都明白，你比任何一个手术的医生更加的清楚。主要我们祈求你的神迹，我们祈求你的医治临到我们的弟兄的身上，求你将这个的身体的疾病从他们的身上完全的除去，将康复赐下。主啊，我们仰望你，为我们挚爱的弟兄来交托，来仰望，愿你侧耳的来垂听。我们见到我们当中有我们弟兄有姊妹是出纽约翻工的，求你的同在向他们显明，求你的保护向他们显明，向他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坐着为王，你在这里保护，你在这里看顾属于你的人。天父，在这个的天气越来越炎热的底下，我们为留在家里的每个家庭的儿女来祝福。天父啊，真是的，闷热令人烦躁，每日这么烦躁的生活，这么黑板的生活，都令到很多小朋友是忍耐不住。求主怜悯施恩，主啊，求你将一个的平静的心水赐给每个家庭，将泪气除去，将那种的愤怒除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享受你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主，你都知道，知我们的需要，求你的恩典，求你的怜悯向我们显明，求你侧耳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如今围绕在主的桌子的前面，我们一起去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好不好？我们大家预备我们心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就是教会圣诗第198首十字架。198首十字架。我们会唱一、二、四、三节。一、二、四、三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听一听司琴给我们这个的前奏。
主耶稣的饼，主耶稣的杯，是我们主亲自上十字架之前来设立的。我想读一段的圣经给大家来听，马太福音26:17-20，26-30，各位请听。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鱼子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是相聚在教会一起擘饼一起喝这个杯，即使我们分散在不同家庭里面，圣餐本身仍是神圣的，是主所分别为圣出来的。初期教会的圣餐在哪里举行呢？那时没有教会，他们都在家庭里面举行，因此这个是一个相当亲切一个的圣洁的一个的组合来。我们要用这个的无酵饼，我们要喝这个葡萄汁。这个饼是预备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来舍弃，他撕裂他的身体，以致我们这班破碎人得到医治。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以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此饼代表到他身体，而菩提汁是代表到他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凭据。我们应该怎样来守呢？在家的里面，只有是信了主并且是接受教会的洗礼的弟兄姊妹，才一起去领受这个饼和杯。倘若在个人的家庭里面有人未信主的，或者信了主未曾洗礼的，请你不要拿饼，也不要拿杯。我就请我们每个家庭的家主，你来到将这个饼将这个杯分给你的家人来使用。
圣经话，主耶稣被卖嘅晚上，佢拎起桌上嘅饼嚟，佢祝谢之后就擘开递俾佢嘅门徒。佢话呢个系佢嘅身体为世人嚟施炼。佢话你哋每逢如此行嘅时候，为的是纪念我。我哋齐低头，我哋嚟祷告。主啊，我哋带住个敬畏嘅心，挨近你嘅桌子，我哋将要食你嘅饼，去宣告有位嘅神为我哋而死亡，以致到我哋破碎人生，充满罪恶扭坏嘅人生，因为耶稣基督嘅身体得到医治。主啊，我哋多谢你，我哋带住个敬畏心嚟到你面前，主啊，赦免我哋嘅罪，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好让我哋带住圣洁嘅心领受你嘅身体。我哋嘅祷告，我哋嘅祈求，奉基督耶稣嘅圣名，阿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家中有家主嘅，已经信咗耶稣嘅，请你将饼分俾你家里边已经信主、已经洗礼嘅屋企人嚟享用。好。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一起去领受。饭后，主耶稣基督照样拿起桌上的杯来，他祝谢之后递给门徒，他说这个杯是他立约的一个血来，是一个新的约来，以致我们喝了这个杯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罪得到赦免，而我们属于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带着恭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领受你的宝血，我们是一个污秽不堪，里面充满了邪情私欲的一个人，但你怜悯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倾尽你的宝血。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去称扬你的名字，宣告你属于我们，我们都属于你。主啊，洗净我们里面黑暗，洗净我们一切的悲情下品，使我们成为圣洁，属于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让我们存一个敬畏心，一起的领用。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你再次藉着饼杯去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用重价买回来的，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归你为圣，让我们服侍我们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的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你好，今天我同大家去思想一个主题，苍茫大地，谁在掌管？苍茫大地，谁在掌管？我用诗篇第二篇和大家思想这个的题目。我想先读一次这篇的诗篇给大家听。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在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睁开
他们的绳索绳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山，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他的便都是有福的。新约作者好喜欢这篇的诗篇，他们用一个的尼赛亚神学的角度去处理去解释这篇的诗篇。那我们看看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呢？诗篇第二篇呢是属于君王之诗 The Royal Psalms， 君王之诗。这首诗歌的背景可能用在当以色列国君王登基的时候，就由大祭司来到朗诵这篇的诗篇。为什么会这样呢？昔日的邻邦，昔日的邦国，对邻近的国家呢，大家都步步为营的。你小心我，我小心你。每当年老的国王病重到驾崩的时候，他们全国都是一片的哀愁，被笼罩在一个国丧的里面，要办理他们的丧事。但另外一方面，他们要振作自强，因为要筹备新王登基，是国家不可以一日无君，宝座不可以一日没有皇帝在这里。那他们就要向邻近的邦国来显示，就是元空的宝座将会有人继任，而这个的新王的政权呢，是得到全国的人民、全国的军队所支持信任的。因此呢，你不要来到去蠢蠢欲动。那这个登基之诗呢，大概在南北两国国破家亡之后，就再不需要宣读，因为没有国王那个的登基了。不过新约作者认为，大卫的皇室的后裔即使四散飘零，但是大卫之约是神所设立的，就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去废弃。因此犹太人他们始终都相信，就是神必定在大卫家的后裔里面再要兴起君王。他不单只要统治以色列家，并且要治理万邦万国。从新约开始，这首诗篇，诗篇第二篇就披上了末世和尼赛亚神学的意义，就成为一篇重要的尼赛亚之诗。或者我们会问一下，翻开历史，能够以仁爱仁政去治理民众的领袖，其实真是不多的。为什么？坐上宝座上的都是罪人，因此每一个罪人都会带给子民伤害和痛苦。但我们相信，就是第二篇的诗篇是讲给我们知道，有一天神自己所拣选的君王尼赛亚将要执掌永远的国度和权柄。因此呢，我们一起看。我们再看多少少，就是
近代的学者研究的底下，就是诗篇第一和第二篇的编排呢，是昔日的编辑的学者呢是故意安排的。诗篇第一篇讲什么？就是邀请人去信靠耶和华神。无论你是贩夫走卒都好，你可以过一个为圣的生活，为义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第二呢，就是邀请，诗篇第二篇就是邀请在上执政掌权的要敬畏耶和华，不要心存悖逆，要俯伏在耶和华的权柄的底下。好了，我们试下来看看，就是第二篇的分段。第二篇的分段很简单的，分开四个段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每次三节，你就分得到了。第一段我们给个题目给他，就是螳臂挡车，纯属徒然，晒气了你。第一到第三节，螳臂挡车，纯属徒然。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四五六，就是耶和华的国度，耶和华的权柄统管万有。七八九第三个段落，就是受膏者，他的权柄是自天而来，是没得争的，毫无疑问的。第四个段落就是十、十一、十二，不要来到去妄自行为，警告劝勉列国。我们就看看了。第一个段落，螳臂挡车，纯属徒然。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座一起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学者其实没办法好断定，能够准确的断定这个诗篇第二篇是犹大国哪一个新王登基的时候所发表的文告。其实当时的中东犹大这个王国呢，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闻的小国家来。最辉煌的时间，你说最巴闭的就是大卫和所罗门。所罗门的智慧力各国声张和他来到去建立外交的关系。不过所罗门死后，这个联合王国就分裂了，令到强悍的亚述是虎视眈眈。最后尾以色列是因为崇拜偶像，耶和华就将他交给亚述的手中，亚述一下就将以色列吞了。神为了自己的信实，自己的应承承诺起见，就留下了又细又脆弱的犹大在风雨的里面飘摇。到最后日益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灭了亚述，吞并了细小的犹大，因此犹大以色列都没晒了。之后又怎样啊？历史讲给我们知道，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所吞灭，以后被希列罗马相继成为以色列的宗主国。因此我们找不到以色列令其他邦国震惊之处。但他第一次怎么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世上的神宰，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首诗一开始就问为什么？为什么？诗人表示就是难以置信的，个原因是什么呢？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本事吗？为什么万邦万民 君王神宰联合起来敌对神并他的受膏者呢？有哪个能够反对耶和华神，并且反对的人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是绝对没有人能力
反对到耶和华神。咁点解人咁蠢？君王神宰，佢哋嘅情绪激动，一齐嘅起嚟整军待发，一齐商议，汇集讨论，去敌挡耶和华嘅受膏者。佢哋点讲啊？我哋要挣开佢嘅捆绑，脱去佢哋嗰个绳索。捆绑同埋绳索系发生喺边个时候嘅？唔系而家呢个时候，系农业社会，农民将嘅轭绑喺牛嘅肩膀上，嗰啲绳索令到嗰只牛臣服听话。点解诗人咁嚟到夸张自大？其实在以色列国的历史里面，除了大卫、除了所罗门之外，这么小的国家曾几何时令到外邦、令到万民甚至君王是负轭沉重，以致到反对以色列的呢？其实这里讲的不是一个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以色列国，是没有的，是指到耶和华的国度，是耶和华神所行使的权柄。因为你看看，好细的国家、好细的国度都潜伏着是敌对耶和华神的精神，要自我为神，自主自决，不要神做神，自我为神，是普遍国家的现象。第二段，耶和华的国度和权柄，第四到第六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快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请大家留意，天上的国度同埋地上的政权严重的对比的。天上在这个时候怎样啊？是宁静一片，是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但地面上是怎样啊？是吵吵闹闹，磨拳擦掌，是杀气腾腾。但创天造地的主宰，看住这群不成气合的乌合之众，他们聚集一起磨拳擦掌，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螳臂当车，因此坐在天上的神不禁发笑，因为其实一切都在他掌控、在他管理的底下。或者你说你在哪个场合看过这些这样的自我膨胀、吹嘘得不可一世的样子啊？其实有很多国家，你看到他们当那些元首检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种自我膨胀。为了太大了，那些我们小看，你过海关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越是那些细小的国家，越过海关的时候，你越是受气的。我记得有些人去完某些地方回来之后，他说我以后都不会再去某个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很受气。他就会说，你去了外国这么久，你不赢到一个外国护照，他将他们的行李全部翻晒出来。他最惨的就是那些儿子、女儿那些行李在人家面前翻箱倒笼倒晒出来。哇，只是执都有牌执。过海关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隻手遮天，决定你入，决定你不可以入。只不过这班人是狐假虎威。其实当社会动荡，当人心惶惶之际，请你记得，就是我们的神仍然坐在天上为王，并且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他立边个就立边个，他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因为他是神，完全由他做主权做决定。诗人提醒我们，从永远到永远，耶和华神
就是列邦列国的元首。君王总统的废与立是耶和华神的呼吁，是神的给，亦都是神的收取。万国都在神的面前，罪恶的势力绝对不能够阻挠或者破坏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世上所有的邪恶去到恶贯满盈的时间都要受到惩罚终止。我们的神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他施行咒诅，他降下恩典，他绝对不会混淆会误事的一位的神。好了，我们看第三个段落，受告者的权柄在哪里来呢？是自天而来。第七节，受告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传圣旨。我们其实没法可以判断和中国的古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会不会一样呢？或者在这个米索不达米亚埃及法老的谕令里面会不会有相近之处呢？我们都不知道。不过你留意的内容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原来君王的被立，君王的废与立，是神的呼召，神的任命，神的决定。这个生这个字，我今天生你，不是用生物学的角度去解释的。这个新王不是说当他登基时候就变了做神，不是。你是说当这个新王登基加冕的那一刻，当他坐在宝座上，他就被赋予责任，赋予尊荣，去执行神给他作为元首这个权柄。他好像神的儿子一样，不过他向神负责任，他不可以乱来。权柄来自神，所以他仍然是神的仆人，他不是神。你求我，我又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耶和华神赐给新王的权柄去执行作为君王的权柄，他要成就神的旨意和计划，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然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去摔碎。其实这句简单的说话，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当埃及每逢有新的法老登基的时候，埃及就会预备一大沓的瓦片，是用瓦片做成的碟，一块块的碟，每只碟上面都画了附庸国，埃及战胜的附庸国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地图，在这个住了在这个在这块碟里面。当这个法老登基的时候，那沓的碟就摆在他面前，法老拎出来一块一块块打碎他，砰砰砰，还有打碎成地都是瓦片，他表示就是我法老统治万有，以威风以权柄去摔碎所有的列国，没人可以反对我的，没人可以敌对我的。然后法老拿起他那个金的箭，金的弓，向东西南北射四箭，意思就是我这个埃及的王国威震万国，地的四方都伏在我法老的脚下。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今天的法老的威风在哪里？如果不是考古学家的研究，有谁知道他登基的时候
掟晒所有嗰啲嘅附庸国嗰啲嘅地图，向四方射出佢嗰个金箭出嚟。不过你再睇另外一个国家，呢个系冇国家嘅国家，尼赛亚嘅国度。尼赛亚将要作万王之王，世上嘅列国万国都要成为我主我神嘅国度。好啦，第十到十二节第四个段落，警告劝勉列国。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当受管教，当全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第二章最后尾，诗人向君王、向审判官、向行使权柄的人发出一个提醒，一个通牒，就是你快啲临危勒马，你要醒悟，接受管教，全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唔得意嘅，敬畏侍奉耶和华，我哋大家都明白，因为我哋要小心，要战战兢兢。但呢度话当全战惊而快乐，怪怪地啊，系咪？你战惊，你点快乐？你快乐又点能战惊呢？咁唔系，其实呢度讲一件事，我哋喺主嘅里边日子咧，越嚟越耐嘅时候，就对神失去敬畏嘅心，我哋就会随随便便，我哋以为神可以虾噶，神系老人家嚟噶，佢可以嚟到骗你，呃得到噶。诗人提醒我哋就系要过一个警醒敬畏嘅生活，意思就话你要战惊，你要喜乐，你带住一个平衡嘅心态，存住一个敬畏神嘅心，快快乐乐嘅去服侍你嘅神，当战战兢兢，俯伏喺佢面前，以嘴亲佢嘅脚。初期教会嘅历史讲俾我哋知道，罗马嘅皇帝肆无忌惮嘅迫害基督教嘅信仰，喺历史里面发现有30个残害教会嘅皇帝或者官长，冇一个有好嘅下场。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的仆人，亦都是受膏的君王。耶和华神自己说话，这个是我的儿子，这个是没办法可以否定的事情。而奇特的就是他的国度建立在哪里呢？不是在那个的兵力，不是在那个军事的里面，他的国度是建立在十字架的上面。这个是最奇怪的。十字架使千万人归向他，而改变了千万人的心。弟兄姊妹，今日归向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成为一个洪流，一个壮观的洪流。而耶稣基督福音所到的地方，带来无法估计的祝福和影响。今日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大家都被这个的COVID-19 这个的病毒来到影响，我们可以相信就是这个的病毒对全世界影响不会短瞬之间来消除，将会漫长一段的时间，蔓延一段的时间。这个的时间过之后，可能会带来荒年，带来经济的萧条，带来很多的失业，带来社会很多艰辛的现象。这个社会需要基督徒作见证，这个四周围的职场机构需要基督徒在这里挺身而出，社会出现很多的不同的难处，但是需要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榜样，来去关心这个社会，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间多走几里路。我们即使不能够在
相聚在教会，但不要停止敬拜的心。我们敬拜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就好像初期教会在不同的家庭敬拜一样，我们停止聚集在一起，但没有停止到小组。我听说我们所办的妇女的聚会有300多人来参加，我们为此感恩。我们听说福音的团契分的聚会有很多新朋友加入这个聚会的里面，所以表面上我们停止了在一起，但我们并没有停止到聚会。其实这个社会需要我们关心。在这段时间的里面，我知道仍然有一些弟兄要接受一些手术，接受一些过程是需要我们关心、祈祷，需要我们有纪念的。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为教会感恩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的里面是由 Pastor Sandy 是正式被RCCC 委任成为我们的牧师。我们感谢主，因为 Pastor Sandy 是一位很有经验，并且他触觉很敏锐，对年轻人很有负担的一位的年轻的一个牧者。我们相信他加入若歌将为若歌的祝福是神自己特别安排。我要求弟兄姊妹支持我们的青少年工作，我们儿童的工作，英文堂的工作。即使我们的能力很少，我力量很少，但我们仍可以去服侍我们主我们的神。大家都不要忘记为 Pastor Sandy 和他的家人祷告。他们来到要适应一段新的时间，但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纪念他们。同样的，我们不要忘记张宗培牧师和师母他们在这个台湾华神的服侍。我们相信神怎样用着他们在若歌的英文堂，我都深信神要用着他在华神的里面成为华神的同事和华神的学生的祝福。我们感谢主，在很多的转变的里面，我们看到唯一不转变的是我们主我们神，并且神的心意、神的工作要继续的来下去，让我们去看到就是有一天地和其上一切的都要将荣耀归给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多谢你，即使列邦列国起来去反对、去抗拒耶和华神并他的受膏者，他们要挣脱你的绳索，要挣脱你的捆绑，不要你做神，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仍然用你的爱来到去感动人的心。主要我们看到在不可能的里面，你的作为就显明，你的国度不是建立在兵力、在权力的里面，是建立在十字架的爱上面。我们多谢你，主要我们祈求你引导看顾，即使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充满了这个波涛汹涌，令到我们觉得前面不知道应该怎么行，但让我们看到你仍然是神，你永远坐着为王，你要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仰望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交托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gathered here today to witness God's calling to Pastor Sandy Moy Liu and to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in welcoming Sandy to join the pastoral team at RCCC. After Pastor Sandy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as our visiting pastor, helping out in our youth and family ministries, she retired from CBCGB in Boston after 30 years of faithful and fruitful service there. In March 2020, the EC Search Committee reached a unanimous decision to recommend Pastor Sandy to join the staff team at RCCC. In April, the PC approved the
the proposal. In May, the search committee asked the executive board at EB to confirm the appointment. In June, EB passed the resolution to extend our invitation to Pastor Sandy. A few days later, she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after praying and consulting with her family. Our senior pastor, Elder Daniel, convenes this installation committee to represent the whole church to welcome Pastor Sandy into the RCCC family and to give thanks to God. Representing the EC is Pastor James Shaw. Representing the CC is Pastor David Lam. Representing the MC is Elder Ruming Zhang. I shall represent the board. We are also honored by the presence of Pastor Sandy's family today, husband Pei Rong, sons Teddy and Spencer. Now let us pray. Father, we gathered here today to witness and participate in this installation service of Sandy Liu as a member of the pastoral team at RCCC. We acknowledge that it is you who have chosen Pastor Sandy to serve in this local body. We pray that you will give her, grant her extra measure of grace and spiritual insight to care and to feed your young flocks,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and to equip the saints, for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building the body of Christ in the unity of faith, and to bring the gospel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We pray that we may be faithful partners to Sandy in her labor of love serving you. May you establish the work of our hands, and may you be glorified in all she does.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 Our Lord and our Savior.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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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praise God for leading Pastor Sandy Moy Liu to serve in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We believe that it is not for us to hire someone to fill a ministry position. It must be God who prepares and sends his servant to tend his own flock.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pray and seek God's will today. Standing here as we reflect God's leading, we can only praise Him for His provision. When Pastor James asked to take his well-deserved sabbatical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20, we knew we had to seek God's guidance to have someone to step in for the youth ministry. We have known Pastor Sandy for a long time. She is a well-respected and a beloved youth pastor. She has also ministered to our youth in special meetings and at retreat. Many of us have worked with her in CMC and on other occasions. We are all impressed with her passion for youth, her ability to connect and speak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especially in a multicultural, multi-language and multi-generational setting. We marvel at her passion for cross-cultural mission and her gift for even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Pastor Sandy was available due to her retirement from CBCGB. Therefore, we decided to invite Pastor Sandy to serve as a visiting pastor during the absence of Pastor James, as Elder John has just mentioned. During her relatively short time with us, we thank God for the impact she has made. She has energetically engaged in all aspects of youth ministry. She spends time counseling, praying, and even crying with young people and their parents. She is actively mentoring our young seminarians. A small window of her effectiveness is her well-attended and well
received parenting workshops, we have also benefited from many of her fresh ideas and insights. With the departing of Pastor Wilson, we welcome Pastor Sandy to join the RCCC pastoral team. We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at even though her initial assignment is with the youth ministry, we don't install her as a youth pastor or even as an English pastor. She is RCCC pastor because here at RCCC, we serve as a team. Each one of us, we do have our emphasis in our ministry, but we take care of God's flock with the whole church in mind. With youth ministry, Pastor Sandy also involves ministering to the parents and to the whole family. I know Pastor Sandy's desire is to raise up younger co-workers to take more of a leadership role in ministry. Her role and involvement in ministry will expand and evolve over time. She will also be involved in cross-cultural mission when the opportunities arise. Pastor Sandy has served in CBCGB for 27 years. Today, as we install Pastor Sandy as pastor of RCCC, this is only her second church she serves as a full-time pastor. We fully anticipate that God will grant her sufficient grace, will bless her, and will make her a blessing. We are also glad to have her family with us today. We know that without the support of her family, she will not be able to serve. Now we are going to charge Pastor Sandy Liu. The basis of this charge is God's command, expectation, and the spiritual reward for his servant. Therefore, let me read from Luke chapter 12, verses 42 to 47, 44. And the Lord said, "Who then is the faithful and the wise manager whom his master will set over his household to give them their portion of food at the proper time? Blessed is that servant whom his master will find so doing when he comes. Truly I say to you, he will set him over all his possessions." Next, we are going to ask Pastor Sandy to make her commitment. Pastor Sandy. Pastor Sandy, are you willing to obey God's will, answer his call to serve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as a pastor? By God's grace, I am. Praise the Lord. Now, since Pastor Sandy has made her commitment to serve in this local body of RCCC, we now are going to lay our hands and pray for her. We normally will have the whole council of the elders and the pastors to pray for her, but today we only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three congregations. We will ask Pastor David Lam, Pastor Jim Xiao, and Elder Ruben Zhang to pray for Pastor Sandy. All RCCC members in front of the TV, would you please stand up and raise your hand in joining in our prayer for Pastor Sandy. Start with Pastor David Lam. Our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圣殿里面瞻仰你的荣美,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我们恭敬将你自己的使女,她是Sandy, 交在你的手中，主要是你将你的使女，你的差遣进入约伯教会的服侍。主要我们深信你的圣灵要高过你自己的使女，你的圣灵要充满你自己的使女，更大的爱心去爱锡佢嘅羊，你所差遣佢嘅羊群，让佢尽心努力嘅看守你嘅羊群，嚟到去守护。 嚟到看顾，嚟到安慰照料你自己嘅羊仔。主啊，我哋祈求你嘅圣灵大大嘅赐福英文堂嘅弟兄姊妹，让佢哋同埋佢哋嘅下一代
都在主恩典的当中能够成长，满心的认识我们主我们的神。你配得一切的尊贵，一切的荣耀。主啊，我们将你的侍女和她整个家庭，她服侍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心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你侍女的身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O Lord Jesus Christ, who gave yourself to save the world, we come today with praise on our lips and a request in our hearts. We praise you, O Lord, that you died for us and that we may bring our lives to you in return. We are thankful for this servant who offers herself to the ministry of Christ. And Father God, grant her the spirit of wisdom that she may continue to know you better. May her heart be enlightened through knowledge of your word. May her feet be swift with the gospel of peace, her hands outstretched towards those in need, and her voice a ready instrument for the message of Christ. May her message always be true to your word and her life consistent with her words. Do your will to bring souls to Christ, to build up the church, to extend the kingdom of righteousness and truth. Be her constant companion, Father, and may she be yours. May her life cause many to find salvation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And we ask all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precious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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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主，我们向你称谢，向你感恩，因为圣灵在我们中间指证，你呼召三地牛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牧养我们中间的群羊，尤其是那年轻的一代。父啊，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是那位独自呼召工人来到你葡萄园做工的主。主，我们就为牛牧师感恩，愿你祝福保守引领他，也兴起周围的同工来一起与他一起同工同命，在这里服侍新的时代。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承诺，主啊，帮助我们常常成为他的代导者，常常成为他的支持者。主啊，愿我们一起在这里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是，主，当第五十周年庆祝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你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那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父啊，愿你祝福牛牧师，也祝福借着他祝福若歌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Please be seated, Pastor Sandy. You are now official, so we want you to share with us. Thank you. First, I want to really thank the Lord for loving me from a young age and setting me aside for His purposes. I feel tremendously grateful to the Lord for all that He has done, especially for Jesus, who has died for my sins. I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gift of being called into the service of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My family and I are grateful for the warm welcome into this church family, and we look forward to living life together with all of you. The spiritual battle is raging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While we are called to pass on the baton of faith to them, I invite you to pray for me and with me and for all of our co-workers to proclaim God's word and the message of salvation in a manner that it will be heard and received. Pray for a revival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at what Christ has begun at RCCC 40 years ago would continue and be brought to completion. Pray that we together would be faithful and diligent, relying on the Spirit's power rather than on our own wisdom or experience. The playing field changes every day. Pray for our creativity, compassion, and reliance on the Lord.
The words of Paul to the church in Corinth says in 1 Corinthians chapter 2, "When I came to you, I did not come with eloquence or human wisdom as I proclaimed to you the testimony about God. For I resolved to know nothing while I was with you except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I came to you in weakness, and my preaching were not with wise and persuasive words, but with a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s power, so that your faith might not rest on human wisdom, but on God's power. This is God's flock. This is his sheep, and they are entrusted in our care. So I am eager to serve with you, and pray for me to be humble and faithful to set an exampl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Be shepherds of God's flock that is under your care, watching over them, not because you must, but because you are willing, as God wants you to be, not pursuing dishonest gain, but eager to serve, not lording it over those entrusted to you, but being examples to the flock." So let us pray together. I have no eloquent words, but only pray for the Spirit's power. Let us pray together. Lord Jesus, we give you thanks for the salvation we have, and we hold it dearly because it is precious. And we pray that this would not be lost, this message would not be lost to the next generation, for ou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to come. May you build i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at this church would go forth with the gospel of Jesus. May Christ dwell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 that you,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faith, may have strength to comprehend with all the saints what is the breadth and length and height and depth, and to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that surpasses knowledge, that you may be filled with all the fullness of God. Now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far more abundantly than all that we ask or imagine, according to the power at work within us, to him be the glory in the church and in Christ Jesus throughout all generations, forever and ever. Amen. Amen. Amen.我现在有几项的报告，我首先要欢迎今日第一次参加约哥教会粤语堂同我哋一齐敬拜嘅新朋友。但愿你日后继续同我哋一齐敬拜呢个三一嘅真神。戒音茶座将会喺8月7号星期5晚黑8点钟会播放《星火飞腾之小镇孤男物语》。弟兄姊妹，请你藉着呢个机会。 邀请一啲福音嘅朋友嚟到系参与，以至到佢哋能够听到呢个嘅福音呢、这个好嘅信息。另外，我哋又有一个嘅讲座，一个福音性专题嘅讲座，叫做《朝思逆想》，系由林利友兄姊妹Sally嚟到系浅谈呢个如何处理疫情所带嚟嘅焦虑同埋情绪嘅问题。 请各位多多邀请福音朋友嚟到参加啦。国语堂暑期姊妹联合聚会喺7月7日至到8月25日，一共有8次喺线上嚟到系举行噶。今年嘅主题系你预备好了吗？每一次都有一个好丰富嘅专题讲座。8月4日将会有 高安尼师母嚟到主讲，题目叫《亲近神》。之后咧又有用国语同埋粤语小组嘅讨论嘅。如果你要知道详情，请与林师母嚟到系联络啦。我哋感谢主，刘梅碧儿牧师已经喺8月1日正式成为约哥教会嘅牧师。我哋刚刚
睇過佢依個嘅就職典禮，願主大大嘅使用佢，成為多人嘅祝福，特別係依啲嘅青少年人。木話家常，我哋歡迎各位參加喺線上所舉行嘅木話家常，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你可以同牧者嚟到溝通。嗱，時間同埋日期咧，就係、是你要留意一下啦。星期一晚黑8:00到9:00咧，就係、是、由林永華實習傳道嚟到係主持嘅。星期四晚黑8:00到9:00咧，就有盧志成弟兄。然之後星期六下晝2:00到3:00咧，就有林大衛牧師嚟到係主領嘅。啊，請各位按住時間嚟到參與，願神祝福你。我哋感謝主，當我哋睇到 Pastor Sandy 佢就職禮嘅時候，我哋知道教會喺神恩典裏邊踏上一個新嘅里程。讓我哋唔好忘記為 Pastor Sandy 同佢屋企人嘅祝福同埋禱告。請我哋一齊起立，我哋同心嘅領受從上帝而嚟嘅賜福。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